通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向支持大，咱即马倒转来了，咱第二站的幼员甲咱吴连长吼，啊，过来探讨一下，今仔日代志会到即款的这个坎站吼，咱拢知影啦，这个司法吼环环相扣，吼，这个什么检察官啦吼，啊，这个法官啦、司法人员啦、基层警察啦，什么安尼环环相扣，但是咱拢唔盲讲啊，看有这个讲，这个。第四的公权力无哈，啊，看讲哦，这个媒体哈，会徛伫这个社会正义中立的这个看法无？你也莫偏向这个这个案主啊，莫偏向讲法官啦。啊，但是一般讲，伫遐咧走法院的这个记者也好啦，啥，大家拢嘛知影，拢甲迄个检察官、法官啊，是书记官吼，拢有真很深厚的麻子，麻子的诶，迄款的交情啦。当然啦，那以这个记者来讲吼，我才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嘛。哦，啊，迄个。通知者呢，伊就想讲，我就放一挂迄个糖互你食，但是你就甲我写我要爱滴的迄款的，迄款的迄个场面出来嘛。所以讲，咱昨足侪媒体来，已经足侪安尼吼。对对对。有平面的媒体啊，也有迄个摄影的，电视台、卡梅拉、四五机的。对啊，啊结果呢，我回来了后，逐台准头准甲尾拢无准着。电视台拢无出来啦，啊是讲平面的媒体有几部啊出来，啊若出来吼，较早讲吼，若变出来卖出来较好啦，若变出来吼，拢在甲你落井下石，一面倒啦，嘿，拢甲你落井下石。啊，所以吼，咱就是咱即阵吼，咱就来讲这个部分啦，就是讲咱昨昏迄个事件啦吼，啊延伸得来吼，发觉就讲，这样。媒体哪会拢一面倒，拢偏向法官的报道，啊，这原因何在嘞？啊，所以咱感觉真奇怪，啊，这个奇怪吼，嘛对咱社会影响啊真深啦，啊，所以不得不吼，咱来顺这个机会吼，啊来甲各位报告，啊，我呐，甲这个媒体朋友吼，讲恁我呐嘛是适可而止啦吼，这個、社会公器吼，那提来做私人吼，啊，这个运用。这是应该是不同的啦，哦，这款经营哦，在咱台湾可能也阁无人敢去这个抗议媒体啦，吼、哦。这乃目前的日本哦，你若像这大型媒体像《钓鱼新闻》哦，常常咧报一寡只对因日本人较不利的一寡只这个报道哦，因遐右派分子哦是安尼成群结党去到遐抗议，要甲拉倒这间报社呢？对啊，迄人个抗议声音是足强烈的。中东的迄个国家讲到因的阿拉底啊，一个什么无迄个尔，就去给放火烧掉，搁底下内底开枪打死人嘞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即卖来讲一个，这个媒体报道无讲正啦吼。咱昨昏的这事件吼，啊，结果呢，今仔日的报道完全是变倒。啊，伫昨昏呢，电视台吼、哦，差不多五G卡面那去，这五G卡面那去吼，这镜头啊，真大嘞！大家个想象中哦，想象会出来。伫高定法院的头前哦，摆五支卡面啦，啊，记者十外个哦。那么咱哦嘛，伫遐讲个足清楚，这件案件哦，这是林根栋甲国台这刑事法院所引起的一个这古怪的判决哦，这足严重个代志啊！这因这记者哦，伫昨昏个这个，伫今仔日个这个。咱先讲今仔日的迄款各媒体啦吼，报道拢一面倒。按照讲一面倒，就是讲哦，干那报法院提供的资料啦，讲啊，着这个李宪章哦，外派都外派吼啊，所以吼，甲解放无期安尼啦吼。那么咱昨昏来针对这法官提乌钱啊，这个方面的意见呢，这媒体吼一字都无写。对啊，你嘛将证据，你嘛将伊这个国会人收，互伊1400万的这个，这个证据，证据我拢有摕互因看，对啊，哦，伊这个、啊，那么咱即卖咧讲，今仔日的这个媒体日报吼、哦，字字都无写啦，拢写歹，无写好诶。那么昨昏呢，这个主力暗报呢，伊虽然哦，有写着讲，咱去抗议，不是主力暗部吧？嘛唔是啦，联合暗部，因为咱主力袂早就关门。对啦，咱台湾暗部啊，算是经年年啦，啊联合的啦吼，联合暗部，有一个记者吼，是董介白吼，
同这摆掉了哈。我即马在即个治安的暗部伫手边才我有滴。伊的报道虽然有提起讲哦，我伫即个高庭法院审判一段落的时阵哦，有表示讲，即个法官甲即个国台提钱哦，而即个规定哦，伊有轻描淡写安尼啦吼，有写两字啊，但是咧，伊写也无正确哦。伊按怎讲呢？伊讲哦，啊，即、這个李宪章的亲友有到场去声援李宪章啊，当场吼、哦、啊，表示讲即个法官提钱啊，伊毋是讲更衣省的法官提钱，伊讲疑心啦，伊讲疑心，啊，这看着故意的。我昨昏各位，我头阵喺龙岩大报告足清楚，我哦叫名道姓吼，讲、哦。更一审的这个法官哦，这个张新盘法官林根栋甲国台金收借千四百万，所以这判决绝对无公正。哦，喂，一句啊一句无正答，他说就拿报上了尔，但是伊的报道，伊报道敢若讲李宪章的亲友到场，这个表示法官提钱，李信的法官哦，伊去甲你讲，写个李信，伊若敢若写法官提钱，伊安尼嘛还阁对啦吼。伊甲你写讲李信，我都无讲李信的法官提钱呢。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媒体哦，伊要误导，伊要误导啦。伊误导的重点是对呢，就是要予人讲啊，咱的抗议的不是脏啦，哦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因这媒体哦，甲这法官的这个关系非常的暧昧。我今仔日有写一张这个函，更正函，去予这个联合晚报的这个记者哦，董介白，我有甲伊讲，讲。啊，你都写这都唔对吼、哦，啊，都麻烦你更正一下哦。啊，你下昏闹赢哦，麻烦你个拍开这个风云网络电视台呢，我底下诶当场哦啊报上迄原因啊，互你听，看有影你报上唔对个无影哦。啊，那你若认为讲听了后啊确实有影，啊希望你更正一下哦。啊，可能伊未更正啦，啊不管安那啦吼，下未不管啦。反正我该表达的，就是给你表达去啊！啊，记者报道啊，当然是爱以事实为根据啊。你那假使讲无以事实为根据的报道哦，这是一个啊，脚踏专业啊嘛，就人格破产啊，又在你选对了哦。那么，除此，咱来讲这个联合晚报报道偏差以外，那么其他的报道哦，哎嘛，实在是真可恶了哦。对于啊，咱去声援，咱提供的这个资料，伊一字都无写哦。啊，所以啊，伊刚刚报道，欢迎提供的这個、这片面的这個消息哦，何伊去报道？照单全收哦。啊，甲李先生描写到吼，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哦，那是真可恶啦。为开始迄落。七年前，迄阵啊，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安尼你看麦，台埔甲安尼家破人亡，安尼嘛是这个媒体，唔知哪拢啊，一面倒啊，啊一面倒，啊因为因这记者哦，到底参加的法官有啥物款的关系哦？这大概心内有数啦，吼、哦，大概心内有数啦，当然唔是大家。大部分啦吼，较单纯来讲。老报社人讲吼，唔是迄落来，记者甲官方甲遐个高官甲遐迄落什么关系哦？你用脚头乌想就知啦，唔好阁讲落去。无啦，啊都，若要讲较单纯的啦吼，讲较单纯的是讲啊，因都为着要争取到迄款新闻的这个来源哦，啊，所以吼，有当时啊。啊，就爱较听者，失去这个人格啦，失去这个专业吼，这个应该爱熟悉报道的这个专业底线吼，啊，所以去践踏家己的人格吼，啊，讨好这个法官、检察官哦，这是较单纯的迄款方面哦，有可能较普遍的现象，三星因偏颇报道啦吼。那么更加进一步吼，啊，迄个足歹讲个啦。嘿哦，报纸哦，其实哦，报纸也捌报过啦。你搞什么鬼哦？大家心里有数啦。哦，那么咱是希望讲，即个这个媒体，即个遭司法的这个记者哦，唔通搁再来一面报道，一面秉持着迄个职业的迄个良心。对，嘿哦，对咱社会哦影响足大啦。
一个案件你报道不实，如果那是其他哦，可能是一寡钱的这损失的尔啦。像比如讲你咧报股票，啊，未去你报去，会去你报未去，啊，可能哦，啊，社会互你骗两点钱啊进去啊，哦，这司法伫咱台湾哦，这是偌国国呢？啊，司法是社会是非判断诶一个一个机关呢，伊这个司法那乌。这个是非就不明了啦，哦，啊，这个社会呢是非不明哦，这个、社会是黑暗的，哦，所以这个司法啊，那咱啊讲发觉讲有啥物款的偏差，尤其是身为这个媒体，身为这个记者哦，你最好是及时报道啦，唔能出卖家己的良心哦，这安尼唔好啦，这歹积德啦，哦，那么讲到这个媒体啦哦，咱就讲过啊。中国时报今仔日我甲看看，嘛是一面倒。自由时报哦，我甲看看哦，啊嘛是一面倒，都无半字哦，报着咱走去抗议，啊，就是讲咱提供的这个资讯呐。你像所谓咱提供，你提遐侪资料给伊，你看伫迄落欢迎门口的迄阶梯遐，对啊，迄星球，中东比哥，迄好星球的一块这相片哦，啊，甲包括讲这个。法官林根栋甲这个保险公司国泰哦，这是这案件关系的，这情绪班诶，第二个停本，那拢正本呢，迄拢正本啊，哦，迄可信度拢足悬的啊，啊，伊袂瘾报咧，所以啊，咱干那看讲啊，你这有证据的无爱报，无证据的你报干哦，各部署讲哦，有影有假，你像假的这个。这个看看哦，提供这个消息，你有这个记者报道哦，这拢玩弄的呢，这足可爱啦，哦，这李县长伊的名哦，明明都无去做这个杀人赃来报案，叫咪属实，啊证据嘛无啊，啊你法院应该嘛都要提出证据来证明，伊嘛拢无啊，所以因这根本就是偷税嘛，哦，人咧讲哦，你要办啊，这个人有罪。你一定要有相当的证据呢，还有直接的证据嘛？而且佫加，这最高法院判了一个写个足清楚，而且迄个证据哦，在达到一般人哦没有怀疑的程度，安尼才会使做证据呢，才会使做有罪的判断。啊，今仔日无直接的证据，啊，都无，啊，无要去查，清清菜菜就甲人。啊，清清菜菜哦，敢若凭讲哦，啊，我着法官，啊，我着办你的罪，哦，啊，伊遮的这个法官，敢若凭。啊，无凭证据，这是种违法的办案。那么，这个已经真可恶了吼。那么，你记者哦，搁在这随风起舞哦，实在讲哦，人咧食鸡卡啦，啊，你啉这个糖水的鸡卡糖水哦，实在是足不足得啦。哦，因为恁的这个报道，得安看这个事实啦。啊，好，这个法官哦，在社会上哦。要个继续，要个拥护这种情故啊！哦，人大家哦，不，人大家人讲啊，这法官已经都无讲正判决啊，恁这记者拢无要报道出来啊，所以真侪人哦，卖讲真侪人啦，是要个有一小撮人哦，要个信以为真呐、啊。哦，讲这法官的判决是真正确啊。你像这李宪章这个案件哦，你像人这个报道，哎，我对这个案件无了解的人，大家误导呢，讲啊，李宪章是一个歹人呢，真可恶啦。所以，这些记者哦，我甲恁讲哦，最好吼、哦、技术报道哦，因为哦，这个恁爱凭良心，对啦，做代志爱凭良心较好啦。啊，底下搁在讲，媒体就是杀人格的利器嘛。对，啊，底下最后搁在这个联合晚报这个记者董介白吼、哦，呼吁一下啦吼、哦，你昨昏写这篇哦是唔对的，我是讲。江一神，诶，这个法官林根栋哦，甲国泰人寿借钱400万，诶，足明确。我拄只录音带哦，拢录音带拢有报道。啊，你写讲哦，我讲二审的法官提钱哦，这是偏差的，这是无属实的。啊，你的用意伫对我唔知啦吼、哦。啊，不过呢，白纸黑字啊，千真万确啊，你就是写唔对。啊，希望你咱更正哦。啊，今仔日呢，第二段吼、哦，咱甲各位报告到这啦吼、哦。啊，后日再见，多谢各位。